他问我说你有多爱，我说我非常爱你，我永远都比爱你比你爱我还多，我的爱可以给你一颗肾的。这又怎么洗？我说你眼角膜我也愿意把眼角膜捐。但我们就没有要你的眼角膜啊。如果我忘不了前男友，要回到他身边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各位男士们，其实我讲，我现在是讲的是真心话，我也不会求什么效果。对，我会说好啊，你说我曾经说过，我是一个好吃不粘牙的男人啊，而且我确定好吃吗？也不卡牙吗？我不会死缠烂打。你既然会讲这个话，代表你有问题了，已经重视连想都不能想。对，那我觉得你如果是去细幻想别人，那个我们也会偶尔想想，哇，这个要是来一下多好，但是我们不敢。可是当你会有这样吗？因为我这题是我这题是。我有其实我有亲身的体验呐。怎么了？我所有的恋爱里面，我95%都是被甩的。对。那我会跟他讲说，你如果要走，那我就祝福你，我马上就穿衣服走人。你也问你唱人要会不会全身甩？我非常爱你，我非常爱你，但是你已经不爱我了，讲再多都没有用。那是假设不了解女人喜欢你争夺的感觉。对，因为你如果不拍屁股走人，钥匙拿了走了，就真的走了。哦，我们就直男嘛，我们就不想要，因为你也不行吗？因为我还会后面我还没讲，我会讲，我说没关系，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他，那你就去，那我祝福你。但是你要想清楚，如果还要再回来，就不可能再回来。对啊，你要走那就走，我也不会，因为拦的没有意义啊。那我们就走啊，那我们就走。我曾经还有一个更夸张嘞，怎么样？他跟我在一起，然后他跟他前男友藕断丝连，然后他说，那他就跟我这边玩完了之后，他说我要去找男朋友了。我说哦好，我还送他上车，然后走。当然不是他的，就是他自己开车走，然后他又传简讯跟我讲说，虽然我的身体是他的，但是我的灵魂在你这边。我得。哇。我讲这句话就是我不会拦，我就说你要去就走啊，这样女生是不 OK， 因为拦也拦不住了。因为有时候有可能我不喜欢那个男的，他只是在追我，然后我跟你在一起又久了，你就开始可能当作弃，就是弃之可惜，然后没有什么表示，把我们当鸡肋，所以我们就会希望你出来争取一下。可是如果你连争都不争，你们要激他就对了。对，我们是要激你，就是你们连争长都没有，你们根本不爱我。我们又不是猎犬，我们激什么？拿个夹子在那边追追追。对呀，我顶多是一只吉娃娃，我吉娃娃，吉娃娃，无聊，吉娃娃大便，吉娃娃大便，不是安内啦。如果好，那如果马力又骑机车，那个男的开兰博基尼来了，我不能激一下吗？你要怎么激？你要挑战我的自尊，那就更不 OK 了。你看人家都开兰博基尼，那我就停车，下车啊，去。真的，我就会说，你如果要直接认输，直接认输。我如果爱的是你，我希望你说没关系，宝贝，你现在陪我坐机车，以后我会送一台给你。我就会跟着。模型可以吗？这个如果爱我，做到你还生气，这个是做不到的嘛。女生如果真的爱我们，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挑战我们的自尊心。你为什么不看好那块买得起兰博基尼？但是你在我还来不及买的时候，但宪哥就可以买啊。不是这个买不买的问题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姐姐，因为这边我们也没办法帮你讲话。接受评论，接受评论。你的家人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对呀，喂。我如果真的要讲一句，我就说，你一定是不喜欢我的家人，你才会这样子想。哦，哪有？因为不喜欢人的那个磁场，那个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。对，一定是对他们有成见，不太喜欢他们。他们才会，你才会觉得他们不喜欢。人是互相的，人是互相的，有可能。那我就想说，你放心，绝对没有这回事。就是这样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目前的这句可以，因为老婆才是要陪自己一辈子的。再怎么样要护老婆。对，这个是我的观念。有这句话。这句话就是我是站在老婆关了，我站在老婆这一边。对啦，见人说人话嘛，见老婆跟老婆说话。对。Baby， 你有多爱我？你爱我哪一点？哎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我这个是也真的，他有老婆有问过，女朋友以前都有问过。他说你有，他问我说你有多爱？我说我非常爱你，我永远都。比爱你比你爱我还多。我曾经有跟女朋友讲，我的爱可以给你一颗肾的。
我要三分是干嘛？这个完全变了。在这里，我的伤在这里，我的身伤躺在这里。如果老婆生病或女生，我愿意捐给你。哦，这个前面可以的，后面就是没有，就是很爱，因为我听到会觉得他在揍我吧。我从以前到现在，其实我都非常。后面已经笑翻了，烂开心了。阿咪老师受不了了，人家受不了，你怎么可能？我一颗肾给你，来给你比一个赞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愿意回答。如果说你眼角膜，我也愿意把眼角膜捐。但我们就没有要你的眼角膜啊！我说我愿意为了你做这么大的事。但我觉得玛丽欧这样讲法，如果是跟老夫老妻这样讲，老夫老妻对是甜蜜的，说你老了，我愿意把我的眼睛借给你，帮你带你看世界，做你的眼就可以。对对对，那个我觉得要再唱一首《你是我的眼》，我觉得很啊，我觉得感动，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实际了，就是说我说我爱你比你哎，阿咪老师又笑了，我觉得你不要再。但是我是说，我爱女孩子总比你爱我还要多。哎，这个很深情。我们怕你未来讲这个话，他只是口角春风。哎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来，先把你肾留下。我们会把你冰起来，对，可以冰起来，可以冰起来，可以。人家有动人，我们有动肾，一颗就够了，你身上一颗就够了。有需要的时候再解。